大家好，我是 Jennifer， 我是台湾电通安吉斯集团 CEO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Woman Career Development， 女性的职业发展。今天不是一个上课，不是一堂 lecture， 是我在这几年的生活的历练，在职场上的经验的观点分享。今天分享的重点有四个，第一个部分是 discover yourself， 怎么样发掘自己，怎么样知道自己是谁，喜欢什么，想追求什么。第二个部分是 develop yourself， 怎么在职场上面发展你自己，让自己做得更好更成功。第三个部分是career woman 或 career mother， 在工作跟家庭上面的抉择跟判断。第四个部分是女性领导，我想谈一谈我在这些年来在 woman leadership 上面的一些经验跟一些分享。那我想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生命都是很独特的，希望我的观点的分享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启发，能够让大家持续在职场上面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快乐，也能够持续的往梦想前进。我是 Jennifer， 我在 Master Church 跟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